你们要去血魂林，怎么少得了我呢？南姐姐，南妹妹，我与你同去，我来保护你好不好？不用了。等遇见獠牙怪，你们俩还不一定谁保护谁呢。啊，你们要去撩鬼窝呀？对付危险这种粗活，怎么能让包公子这样斯文儒雅的人去做呢？你这么好看。 可不能伤成第二个江玉湖，南姑娘严重了。哎，严重义重，不如公子仁重，你就答应我嘛，阿整，阿整哥哥。啊、好好好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这个女人不会被妖怪附身了吧？ 看他像是要吃包大哥的女妖精。哎，走。这六小路临近夜空，无半点鬼屁之象，比喝如心汤还让人安心。咱们早该这么走了。小呆瓜真有出息，为了不和獠牙怪一般见识，就算胡扯也在所不惜。 江玉湖遇险真假难辨，寻不见獠牙怪总不能赖我吧？哎，咱来都来了，是要防獠物呢，还是陷阱呢？前路渐行渐陡，江玉湖若再此暗夜失足，倒也入理切情。嗯。你们看，那片草叶像是牵着血迹。3日前血魂林刚下过一场雨。 现在这几处血迹不仅清晰可见，且自上而下呈扫刮之状，许是江玉湖跌落擦伤所致。这么说，獠牙怪索命也不虚了。仙下无风，树何以动？既然林中无风，必树间有物。小心！ 獠牙怪，别怕，是蝙蝠而已。观其癫狂之状，极像是中了风魂白骨砂的蝙蝠，因而更凶猛暴戾，视人如饿虎扑食。由此推想，江玉湖要么是失毒者，要么真是虎口脱险。 倘若他能捡回一命，那不幸中的万幸是假，以武力取胜才是真。细想想，昨晚从咱们房中逃出的飞物就是他，蝙蝠一向潜藏于林中，该不会是江玉湖把他带回客栈的吧？獠牙怪昨晚闯你房间了。所幸有幸无恐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幸好有小青瓜相护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那是必须的。 行了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到客栈吧。嗯，眼下密林香说来就来，人命危浅，走吧。好，走。娘，哎呀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才回来。 这是姑娘大了不忠啊！哎呀，您就甭损我了，走，回房跟您细说。哎，走吧。这花瓶真好看。公孙公子，这是我刚才清理仓库时找到的，水夫人也是一眼就看上了呢。捧在手里，把玩了半天，最后她满心欢喜的买了下来，我这就给她送过去。等等，公孙公子有什么事儿吗？ 青明姑娘，可否将花瓶借我一观？自然。嗯，怎么会有一只笛子啊？这只玉笛，看着却有几分眼熟。 又是突如其来的似曾相识之感，会不会和梅丹峰有什么关系？
还真是。嗯。你装作不知道，照常把瓶子送过去。哦。哎，对了，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旁人哦。嗯。 你半道劫走赃物，小心水疑，找你算账。哼，我就怕他不敢来。包大哥，这只玉笛和魅丹峰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看，先前我只留意了魅丹峰腕上的玉镯，现在细看，这只笛子也正在这幅画像中。 别说玉笛，画上连根竹棍都没有。哼，玉指环。玉指环？什么指环？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白骨指环。 这幅画像中，嵌在魅丹峰发髻间的簪头，正是这枚指环，上面都镶有同一片枫叶。如果指环是魅丹峰之物，它为何会窜到江玉湖的笛子上呢？拈指环相思。 剑环重相忆，愿君永持挽，循环无终极。指环因为有同心之约与循环之意，常作为男女间的信物。但细究这枚指环的用法，应亦不在此。我不知道你们山下人的套路，但在江湖上，指环可作为权力的象征，即是各派掌门或武林盟主的交接之物。 举义于不以三于反，不猜与暗杀组织而言，亦复如是。你是说，魅丹峰就是暗杀组织的头目？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这两句诗，不仅影射了血魂林、魅丹峰和无极客栈，同时，还揭露了魅丹峰被杀害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 20年前，丹峰杀人案曾闹得人心惶惶，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及，但多人之力便有余。而魅丹峰正是其幕后中主，直至他在血魂林里为尸中白鹿反杀，封魂白骨杀从此化为泡影，而那枚指环却落入了新晋主脑手中。此人不可能是江玉湖吧？ 20年前，他还不及我一半大呢。当然不是，新晋头目实为杜贤。江玉湖从杜大人的寒匣中窃取这枚指环后，便将它藏在玉笛上掩人耳目。那匣中的另一物，就是巴东真香茗。这么说，20年前的白鹿就是杜贤了？白鹿不是一个人，除杜贤之外。 虎掌柜和孟达亨也都位列其中，而凶手下一个谋杀目标，也极可能是成员之一。徒手尊前，一报还一报，谁都不会少。我们立刻兵分两路，阿策，你不妨借这只玉笛去探探江玉湖。那你这路兵呢？哼，既然凶手有意探完借客，那我便来他个借完探客。 我那玉笛材质上好，虽然音色欠佳，但是找个会整乐器的师傅一修，价值能翻好几倍。切，也不知被谁拿了去。若是被我知道了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那是江公子的玉笛，到了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。想让我再吐出去，那就好比要了我的命。
成是公孙策搞的鬼。哼，这就找他去。不许去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胳膊肘就往外拐了。哎呀，你说你摆不平包拯倒也罢了，反倒平白又惹出这么一块绊脚石了。娘，包拯是君子，出身清白，身上还有功名，将来是要做官的，人家怎么会看上我这种人？你怎么了？老娘当年那也是名扬天下的美人儿，江湖上多少人抢着娶。哎，你模样随我，大小呢是个美人儿，哪里也配不上她。娘，嗯，我不想再做贼了。你真觉得这样的日子好吗？纵使有金银成山又能怎么样？他走的是阳关道，而我呢，终究是见不得光。你以为你和他在一起就好了？这男人呐，说白了他真不如手里的金银实在。做贼多有前途啊，天下没有不能去的地方，所去之处钱财随心取用，多好。是吗？是啊，可你看看我，大好的年华又真心喜欢上一个人，却生怕配不上他，还总得担心被官府抓到，我何曾有一天真正自在过？我这也是为你好。好或者是不好，您让我亲自去走一走。有的人一旦错过，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反正我是已经下定决心要金盆洗手了。您就成全我吧，娘，您答应我吧，娘，您就答应我吧，娘。罢了，我答应你。等再捞一笔大的，我就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再也不沾这些事儿，啊。公子这是何意啊？无风一时飘香处，花开花谢并蒂莲。夫人既是媚丹峰的妹妹，就不想知道这粒香丸来自何处吗？你干脆指认我就是媚丹峰得了，亏你才被那个假包拯坑过，竟也会看脸使绊子。你师祖未成千古恨，便想坑我做替身，说穿了不就是欺负我是个寡妇吗？我娘寡居多年，我平生最怕的就是她了。现在我见您，比见她还怂呢。十全大补汤来啦，这可比南姑娘的猪心汤更胜十筹呢。包公子。二位热络便是，莫让在下搅了这碗患难见真情。夫人慢用。哎，清明姑娘，你手上的镯子可否借我看看？这女儿家的私物不太方便吧？作为私物，你自有不便之理。但作为信物，姑娘与人方便，也是与己方便。你是媚丹峰的女儿，她死得不明不白，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方才我不过是调侃了一句南姑娘的猪心汤，公子也不至于这般造谣于我吧？一会儿说我是媚丹峰的妹妹，一会儿又说她是媚丹峰的女儿，枫叶剪多了吧你？满客栈给鬼攀亲戚啊！媚丹峰隐居在此，中间他曾经消失过大半年，加上此人怀孕前三四个月体型不会有太大变化，基本看不出来。前后时间加起来，生个孩子想来是绰绰有余吧。据说他回来时身体病弱，依我看，他应该不是生病了，
而是产后虚弱所致。客栈大厅中的画像，魏丹峰的手上也有一只与他十分相似的手镯。虽说镯子都长得差不多，但昨晚刚一照面，你就迫不及待地用它来试探了孟夫人。哎，你试探的本意原是寻母，却未料机缘巧合与自己的姨母相认。倘若将这些证物呈与上官将军，二位要跳的只怕是火坑了。没错，我二人与魅丹峰确实骨肉至亲，现在也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在孟达亨的生死关头，您决然置之不顾。敢问夫人，您是从何时得知孟达亨就是谋害魅丹峰的帮凶？胡掌柜死后，孟达亨就向我道出了血魂林旧案的真相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曾经自以为踏上的归途，可事实上却是另一重深渊。二十年前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魅丹峰为了守护风魂白骨煞，在血魂林中惨遭追杀。不留风魂白骨杀，主上休想出林。尔等白鹿竟敢背信弃主，如今你非丹峰，我非鹿，屠杀才是你的唯一活路。本主宁愿绝命于此，也不会交出毒杀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于你。夫人可知，除杜贤、胡掌柜和孟达亨之外，另一名白鹿杀手又是谁？这人他并没有向我透露，我只听说那名杀手擅长滴水诀。还有一事，魅丹峰生前曾经在信里留下一句话：得指环者得毒杀。得指环者得毒杀。眼下情况复杂，你们务必警惕，若是再想到什么请立即告诉我。在下先行告辞。公孙兄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将兄仔细看看，这玉笛是否完好如初啊？
一切如初。江兄好生收放，千万不要再弄丢了。好，劳公孙兄费心，多谢。举手之劳，既已物归原主，在下便不打扰江兄休息了。公孙兄慢走。怎么，又不舒服了？应该是在林子里受凉了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身心俱疲。不让你去，你偏去，赶紧歇息吧。娘，您怎么心事重重的？哎，你说，公孙策是不是把我偷玉笛的事告诉江玉湖了？方才江玉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他要是想拆穿我们，之前就不会私下来找我们问，也不会自己把玉笛还给江玉湖。哎呀，吓了我一跳。您还会心虚啊？咱们的身份第一天就暴露了，笛子的事情人家不拿到明面上说，是给咱们娘儿俩留着脸呢。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？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那我不都已经还回去了？那是你还的吗？娘，心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么多年被衙门整天追捕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，这就是自由吗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？您就别再拿话打发我了。这些年来，你哪次不是说再捞一笔、再捞一笔就收手的？可咱们又没有将钱拿来挥霍呀。哦，现在为了一个包拯，你竟要做如此牺牲，我看你呀，日后要后悔的。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。我这不是牺牲，是重生。倘若这世事都留有余地，或许我会一无所失，但我也必将一无所得。这几日相处下来，其实我觉得他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。娘，你以前总是说要傍个有钱的男子，今日你却说喜欢，哎呦，怕是你已经栽到他手里了。这才见了几面，怎么就被勾了魂呢？哎呀，罢了，就依你吧。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唉，也许老天不会眷顾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丫头，但愿我女儿是个例外。只是啊，你将来碰了壁，不要再回来找我哭。怎么会呢？那歇息吧。嗯。再喜欢谁也得有心力才是啊。嗯。得指环者得毒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能猜出来，早就轰动武林了，哪还有功夫做我们的跟屁虫？要凭脑子蟾宫折桂的又不是我，我急个什么劲儿啊？你呀，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毒蛇公子，爱吵吧，还谁都吵不过。就跟天不热你还总爱扇着把扇子是一个道理。包拯，你管不管？
管。管。管。哎，湛昭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滴水诀？滴水诀？嗯，我听师父说过，江湖上有一独门功夫，名叫滴水诀，挥手之间可弹出毒水，如白羽跳珠飞洒成片，令人无法躲避。但如果将它和另一种剧毒相融合，便可以以毒解毒。因为会这门功夫的是一个女子，您挺闪来，美得雌雄莫辨，便得了一个滴水观音的名号。听说她早已退隐江湖了。滴水观音，那个和胡掌柜密谋喋血客栈的神秘人，不也和观音有关吗？你接着销声匿迹，我呢继续杀人如麻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凶手的下一个谋杀目标正是滴水观音。这次我们既要捕蝉，也要捉雀。滴水观音是谁？他就是欲夺白骨指环的另一名白鹿杀手。清明姑娘，包公子，水姨是否在房中？房中只有南姑娘在熟睡，我刚才走遍客栈也没有看到水夫人。她会去哪儿呢？那幅画像上指环反常地藏在梅丹峰的发簪中，而那发簪名为凌云簪，纵观客栈上下便只有一物与凌云有关。地窖中刻着云样图案的葫芦。正是水姨窃取而去的白骨指环得而复失，他多半能猜到是阿策劫走了笛子，但未必会料到我们已将指环之谜破解。如此一来，他可能去的地方便只有地窖，怕就怕这也正是凶手下的圈套。救人要紧，咱们赶快走吧。包大哥，再耽搁下去迷迭香就要来了。你担心此处有埋伏？门一旦打开，怕又会是一个致命关隘。包公子，您是要去地窖吧？我来给您开门。哎，完了，果然如此。哎呦，开个门竟然开出一只迷迭香，我这手可真是够深的。你的确出手不凡，但也着实招人烦。罢了，迷迭香本来就是个幌子，地下的机关才是在劫难逃。何儿，你和阿策在客栈观察每个人的动向，咱们走。单走这段路就要花费近半炷香的时间，也不知水姨能否挺得住。如果白鹿杀手是待宰鱼肉，那凶手应该是为梅丹峰借身报仇吧。与梅丹峰骨肉相连的人只有孟夫人和清明，但这二人一个雷大雨小，一个怕风怯雨，不像是以血洗血的人啊。面目全非者往往比面目狰狞者更可怕，我们要提防的反而是其貌不扬的人。此行踏入血魂林的每个人都是待劫之谜，最危险的不是一知半解，而是自以为知道的都是错的。这门定是被凶手给封住了，待我将它撞开。小心！
陈昭，你没事吧？这鬼客栈真是一步一个坎，不仅要地方其貌不扬的人，还要地方其貌不扬的门。你终于自己悟出个道道，也算没白摔。在上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只在四方，说少年轻狂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又能怎样，揭开迷离的真相，攀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，铁面丹心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我便步步推理，难行难断我有清醒逻辑，茫茫乾坤狂争着朝纲，权贵势力刚强，花花世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伤，